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天是11月19日，提摩太前书4:9-16，这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为着这个，咱出力着磨，因为咱的愿望在伫真活的上帝，伊是正人，特别是信的人的救主。你着将这个代志，甲因宽免甲加持。唔通因为你的少年，予人看轻，就伫讲话、行做、疼心、信心、纯洁，做信徒的模样，就伫宣读圣经、劝勉、甲教示，直到我来。唔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恩赐，就是通过先知的信息，甲长老团的换手赐予你的。这代志，你着专心地去做，予众人通看到你的进步，你家己着谨慎。你的家事嘛着谨慎，这代志着坚持去做，安尼做会救你本身，甲疼叹你的人。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伫咧牧养关心教会时。都爱知影，所信的是完全通接受的，也伫服侍顶头着尽力去做好所爱做的工，因为咱的愿望是伫真活的上帝，毋是看人，是单单仰望上帝，所以。也无予人看轻，讲话、行做、疼心、信心、纯洁顶面，拢爱真做信徒好的模样。咱嘛爱安尼来宣扬基督的话，也劝勉人伫真理顶头来认真追求。祝喜温舒服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